这个袁文海，哎，这个别森被抓了，实际上他抓了几个月了，我都知道啊，只是刚刚公告啊。岳文海啊，最起码得有千亿啊，一个这样的官得有千亿，挖了所有周口人的坟，周口人的祖宗都被他奸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敢告他的。这个货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河南帮、河南派王全书啊，河南的原来的马忠臣都已经老求的完蛋死了，很多河南的官员，包括现在人民银行，包括军方，包括董文标，河南金融系，那厉害了，包括美国苹果 iPhone 就是那个厂，就是岳文海建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子进去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河南帮啊将崩溃，天大的事儿啊！哎呀，我说过他早晚得进去嘛，进去了吧。